必须来个捞街捞巷儿来给你们找点地道的宜宾燃面哈。他是开了一个猪肉铺里头的燃面馆哈，在那儿搞了几十年。咦，哪个敢说今儿那个燃面不正宗？我绝对说不下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那里和平都是，看到没？说那个燃面很霸道，那个正宗嘛哈，开了好多年了哈，真是。啊，宜宾的老味道哈。所以说我们要都是要找那种真正的好的东西，老的东西啊，传播给大家晓得真正的啥子叫传统的东西。哎，谢谢哈。哦，好，啊，我的粉丝啊，两个二两，一个一两哈。两个二两，一个两。哎，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个造成的那个环境，我讲，可能除了我也没哪个味道的，这地方来找那种老的味味哈，真的是。第一是寻找那种味道，第二是找那种情怀，晓得吗？他自己在他自己一个老屋头，看到哦，早晨那儿就是摆起卖肉，好，他在那儿卖炸酱，哦，卖炸酱，卖燃面哈。必须甩一甩。先来点菜油。再来点辣椒油。再加点酱油。轻轻地拌一下。来点芽菜，搞点葱花，来点花生碎，来点芝麻碎，意思一下老味精。大功告成，美味上桌。他这只有燃面哈，他们其他样都没得。专业，因为专业，所以专业啊！哇，那个环境我跟你讲，也是资格的。天堂鸡哈，澎湖鸡那个都是，我讲要吃都吃澎湖鸡哈，哦，哇，来，先吃个小碗的哈，我应该两碗双碗那个端起哈，双碗，经常都看我双碗尖那个就算了哈，来，哎不，有烫有烫还是，来，真气，宜宾燃面，和平街燃面哈，开到猪肉铺里头的燃面哈，来整。哇，好香啊！我想它的入嘴啊，就是花生、芝麻和芽菜的香味哈，然后再是那个辣味，它辣味不是很重，但是让你感觉到辣，哈，哎呦，花生碎，好爽吃的，啊，好香，我芽菜香了，你快嘛，还有个芽菜。他牙齿好得很，你看嘛，还有牙齿，很好，还有牙齿，我也尝一口。他牙齿好不好？真的。哇！我能跟你说嘛，宜宾的燃面绝对是川内干拌面的天花板哈，哦。而且又说哪里都是天花板是吧？我是说干拌面哈，就是内江的干拌牛肉也不错哈，内江的干拌牛肉啊，它体现的是牛肉的香，它那个体现的是花生、芝麻、海椒、芽菜的香哈，特别是那几样，我讲少一样都不得行。它跟重庆的干儿面的区别就是，它没得芝麻酱的哈，好爽。哦，拍过视频嘛？我从来没拿给他们拍过。哦，专门就是喝那个油那里头。哎，我从来没拿给我。我是自己建的香料油啊。哦，谢。包括孟非都没拍过这个。哦，孟非都来吃过了。哦，那里不看。我看来我还是找了。哦。你们是第一次。谢。看来我还是找对了的哈，看到没？哇，那才是真正的资格的南面，晓得嘛？哦，老手艺的传承，晓得吧？关你年龄对上，姊妹家搬到楼，我来听你父亲的。哎，你咋的？他的妹妹那个拎的哈，
刚我们家的面很灵哈。他的面很柔和，你知道吗？好。我真想讲这个面吃不会味。哎，那个吃不会用。嗯。刚。嗯。嗯。嗯，二十吃了个一两哈，那整个二两，周卷，我讲，它特别是那个花生仁，好香哦，就是它刚蘸那个香料油哈，是不？奶油，嗯，嗯，嗯。我发现了，它那个二两的买一两的浓，一两的味道浓些。嗯，所以要吃要，尽量吃三个一两的要的，好吧？哦，他来直接告诉我，你要吃三两的时候，三个一两；还要吃二两的时候，两个一两，晓得吧？那个二两的吃了差点点，所以说啊，那个东西啊，必须还是得小碗，晓得吧？舒服，它做了浓，那个要浓做了差点点。我真想再吃一碗了，哎呀，哎，师傅，微信收款12元。嗯，行，嗯，太好了，好师傅，这种老味道。嗯。嗯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好好。这个面吃了，真的让你感觉到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儿，地道老宜宾味儿。嘿嘿，说不，吃6碗哈，总共消费42元。